12月12日，杜海涛的妈妈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与谢娜的后台合影照，并写道：“想吃涛妈的饺子啦！”好的，涛妈给包，并且艾特了谢娜。照片中，两人都穿着厚实的棉服，贴脸合影，十分亲切。谢娜和海涛妈妈还亲切热聊，两人开怀大笑。近照状态下，谢娜的皮肤状态很好，白皙水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